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依旧热热热，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而且明天中午以后，大家还是要留意又大又急的午后雷阵雨。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在东边太平洋海面经过台湾上空到华南地区，是太平洋高压影响的范围。太平洋高压强弱会影响每天下午后雷阵雨区域的多寡以及雨势的大小。明天的雨还是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午后雷阵雨，一种则是迎风面的降雨。午后雷阵雨预估明天会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和南部山区下来，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大台北地区和其他各地山区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再来就是不止于午后下雨的地方咯，中南部地区在明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也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现象，但是雨并不大。温度还是很热，我们预估明天的高温在澎湖、金门、马祖和东半部地区大约是32度到34度左右，西半部则是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近山区的平地、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一旦出现这样高温情况，气象署就会发布高温资讯提醒。最后提醒大家，这种天气形态之下，请大家适时补充水分，外出做好防晒工作。另外，午后雷阵雨下得又大又急，尤其在山区或溪谷容易造成危险，提醒大家前往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